那个画面经常变换一点。已经在人才济济的北美市场中，换一下这个。对，你就经常的换一个，下一个网站，下一个网站。点一下别的那个。因为让它那个光线在你脸上会变化。理财不同的是，他已经从多伦多走向了整个北美。这是名画，你知道这个名画吗？像这个人说这个时候有点不知道。2006年那个，2006年他要去拍卖，里面很多人，令他们后悔的刺猬。哟，这张相我可是没见过，这是真的吗？肯定真。这是真的吗？这个他们有纹身，对，因为我后来要配音乐什么的。对，他是有音乐。我们是录音乐。对。第一会总理迈克尔抵京访问，马上就到了。对，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。您这围棋多少天呢？你是30天，我们要走几个地方。这个全面解读巴菲特，这个叫 Robert Mills 写的，毕业于明斯克大学商学院，是一位作家、演说家、咨询顾问。好，你注意力在这个屏幕上操作，你可以把那网站弄到这儿，然后你看。也是自信的这个，我们把这群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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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群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黄皮肤的巴菲特。于是他从一个中国湖南农家子弟，一个林学院的教师，一个在美国的生物学访问学者，一个加拿大的生物学硕士，一个多伦多医院的生物科学家，两级总裁经济合作高峰会议特别嘉宾，北京利民县经济高级顾问，
中国商业联合会举办。